吟唱阿美族传统歌谣，扛着独木舟前往里洛部落外海，进行八年一次的巴鲁难独木舟传祭仪式，感谢祖先早期从里洛部落外海上岸，并选择在这块土地上生活。为我们以前的祖先能够在这个地方上岸，每八年举行一次，所以那个巴鲁难的一个活动，主要是在这个地方啊，那个跟啊那个成年礼啊的活动去。除了祭祀感恩祖先，也举行进阶仪式。虽然天空不作美，偶尔下起间歇性大雨，青年们不畏风雨，仍扛着独木舟来到祭祀场地，让青年更了解部落传统文化。很高兴，很快乐。很快乐，为什么？因为长大了。里洛部落达邦希望透过传统祭典仪式，让部落青年认识传承阿美族文化。记者综合报道。